死去的感觉吗？似乎不是那么难受，好像还有一点舒服。为什么我的思维越来越清晰了？这里是哪里？你是谁？我为什么会在这里？老板娘，他醒了，他醒了！老板娘！怎么感觉还是很虚弱？但身体的状况好像比之前好一些了。不是死了吗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主上，这是风四娘。主上，你终于醒了。我们漫画里的角色，奴家都等您半年了。他不是漫画里的角色吗？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属下失礼了。四娘刚刚失态了，请主上恕罪。刚刚云丫头来告诉奴家时，奴家是真的不敢相信。等等，她叫我主上。他们如果知道主上醒过来，一定也会很开心的。他们是谁？你马上就能见到了。主上醒了，主上真的醒了。阿明，漫画里的吸血鬼角色阿明。放肆，还不拜见主上。参见主上。你又闹什么别扭呢？主上，我们走，不理他。四娘，阿明他哼，他就这死人脾气，咱们去前面见见大伙。怎么回事？风四娘、阿明都是我和合作伙伴们一起创作的漫画里的角色，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难道是我穿越了？主上好。主上，您终于醒了。小三子跟您请安了。这么热闹啊，看来今天可以提前开饭了。主上您终于醒了。他们是瞎子北和梁城。没错了，来到这个世界的不止我一个，还有在最后仍旧陪伴着我的，我和同伴们一起创作出来的魔王们。吃饭都别吧唧嘴行吗？这可是在主上的面前。四娘，算了算了。来，让我们共同举杯祝贺主上苏醒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大家就有主心骨了。又是主上又是主心骨的，他们这是要把角色扮演进行到底吗？你们本该是桀骜不驯的性格才对吧？强大到足以毁天灭地的魔王，为何要对我这个普通人如此卑躬屈膝？不瞒主上，自从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后，都变成了和您一样的普通人。什么？难怪他们会蛰伏在这小小的客栈中。不过这样也好，我还真没有能力驾驭全盛时期的他们。说起来，
我四娘，莫完呢？他应该也来这里了吧？还请主上稍等，奴家这就带他过来。风四娘他们都是合作伙伴创作的角色，唯独魔丸是我独立创作的角色。如果他在这里的话，我心里能踏实很多。主上，魔丸就在这里。当初他说自己没有肉身，不需要吃饭喝水，所以就把自己封印在这块石头里了。什么？话说，你们知不知道这里是个什么地方吗？我们出现在这个世界的时日也不长，暂时落脚在这虎头城经营客栈，通过接待往来的商队收集情报，并等待您的苏醒。唉，可谁知道这倒霉地方是个什么燕国边境、蛮族的前线，需要定期征召兵丁和劳役。大军即将出征，朝廷征劳役为前军输送粮草，你们客栈也在侧，必须出人。赶紧的，推三阻四，耽误了军情，小心老子的刀斧认人。薛小薇，我们只是老实本分的生意人，哪懂什么打打杀杀的。哼，你以为这事是做买卖还能讨价还价吗？限你们月底前到城外军营那里点到，违者斩。我们实在愚钝，不知该如何打算，是离开虎头城再寻他处落脚，还是服从命令前往军营。希望主上能替大伙做出决断。真不知道中午的那顿饭是洗尘酒还是鸿门宴。魔丸，我现在已经醒了，你还不愿意现身吗？这也太不给我面子了吧。也是啊，比起四娘他们的虚臾委蛇和惺惺作态，这才是你们对我真实的态度吧。一醒来就要面对难题，让我决断，这其实就是在试探我的态度，留在我身边还是各立山头，估计都取决于我给他们的答复吧。阿明，你的手还是让四娘来包扎一下吧。不用管他，我是吸血鬼，这个伤口最慢3天也就愈合了。但我们现在都没有力量了，还是先处理一下。不必，就算没有力量，我恢复起来也比你们快。好吧，那我替你把酒送去前厅。阿明。主上。有时间吗？我们聊聊。你不做脏。好吧，这里是什么地方？不知道。半年了也不打听一下。我只是。是你这个吸血鬼真祖该说的话吗？拿做剧本了吧。他们抛弃了我们，但你没有，甚至让我们的故事得以延续，所以我们是不会抛弃你的。瞎子知道的多一些，你可以去问问他。看来他们都知道自己是漫画里的人物，所以才会认我为主吧。阿明，等等。谢谢了。不用。啊，我的伤口愈合了。上回说到，火帝成为斗宗强者，习得斗气化马，转瞬之间便与敌人大战了3000回合，战场横跨百里。斗宗强者真是恐怖如斯。喜欢把人锯掉一截的薛三，居然当起了说书人。
要是被以前的读者看到了，还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想。还有漫画中的风四鸟，在不同时代和城市里都开过青楼，现在这家恐怕是最落魄的吧。这个世界真的是个普通世界吗？虽然各方势力割据并不稳定，不过这个世界很普通，最起码这半年我碰到的都是普通人。啊，你看那马，那是普通世界有的。我瞎啊。主上，人都到齐了。关于我们接下来该走哪一条路，还请主上示下。与其混吃等死，还不如进入军营，闯出一条路来。主上，不再考虑一下？不用了，都死过一回的人了，在这个世界过的每一天对于我来说都是赚的。最喜欢玩的就是刺激，因为这样能让我兴奋，更何况是通过这种方式却让自己领会那种氛围。在这个世界里，除了你们，我没什么好牵挂的了。所以与其选择混吃等死下去，还不如找点有意思的事情去做。如果玩完了，就当是游戏结束。投币的既然是自己，也就没什么好后悔的了。好，属下明白了。既然主上决定参军，必要的准备不能少。学三，去衙门顺点军情回来，速度要快。好嘞。阿丽，找个商队混进去，观察下有没有适合我们落脚的地方。知道了。巡城校尉的妻子一直苦于无子，曾在我这里算过一卦，明日我给她送点符水过去。至于客栈这里，四娘，之前看好的那条大鱼可以下钩了。行行行，死瞎子，主上才刚醒，你这布置倒像是早就计划好了似的。替主上做事，自然是越早做准备越好。杨成，你和阿明负责帮四娘，别出了什么意外。果然，安分守己不是他们的天性，只是在等待着我的苏醒，等我下令。阿明，现在我还可以帮什么忙吗？其实主上你已经帮了很大的忙了。主上有所不知，今晚这条大鱼点子很硬，应该是什么大家族的公子，身边带着一个随从，或者说更像是保镖。据说他这几天在城中各种惹事，却没人找他麻烦。越是有身份的人，随从实力可能就越强，绝不能让四娘他们有什么闪失。随从越是厉害，越是说明了目标的价值，何况四娘都已经准备好了。不过主上如果真想帮忙的话，主上你怎么来了？我来帮忙送酒，等会儿砸了就跑。好，主上你见机行事，不要太勉强。毕竟主上的安危不容有失。梁成这是在关心我。美人，本少爷来了。公子别这么猴急嘛。公子，我美吗？美，美得很。本公子从未见过如此美丽的事物。这边还有好多条呢，公子若是喜欢，奴家就一件一件的换给您看，这条如何？好看，
那这条呢？没急了。那就让奴家来好好侍奉公子。四娘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谁？这位大哥，这是我们虎头城出名的虎骨酒。我不喝。客官误会了，这是我们掌柜吩咐送进去给王公子的。是我们公子要的。啊，是是。进去吧。脱脱，别着急嘛，公子。四娘，奴家这就。唐明，得手了。我有分寸。不好，出马算了。不放萧小，糟了，竟然没砸晕他！糟了，竟然没砸晕他！主上，还有吐火，老子吧！梁城，小心！修士，死士！蓝光，这是内力还是斗气？这次是真的抓到大鱼了。可是这条大鱼，好像不是人。公子，公子，你没事吧？酒里掺了什么？眼睛好痛！危险！阿明，说，你们到底是谁？阿明，你没事？难道？这是吸血鬼的能力，恢复能力了。你的能力是什么时候恢复的？昨天。恢复的原因是什么？大概是因为主上醒了吧。因为主上看来恢复能力的方法和主上有关，我只要待在主上身边就也可以。四娘，你这是主上既然鱼儿已经抓住了，就让奴家先带您到一旁歇息吧，接下来的拷问和审讯就交给我们就可以了。你怎么又躺在棺材里？这对你的恢复有加成吗？没有，但我的生活需要仪式感。你来干嘛？明知故问，主上对你做了什么，让你的能力得以恢复？我想想，我告诉主上，虽然他很弱，但我们不会抛弃他。力量的恢复可能与他对我们的认可有关。他醒了，可能我们之间存在的某种契约关系就被激活了。或许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就是去获得主上的承认。原来如此。
你怎么来了？探望啊，这次出了意外，是我思虑不周。是你的失误，但无所谓，因为我觉得只有这样的世界才能让我们兴奋。你们继续聊，我去审问一下那个公子哥。阿明，你可真不厚道，说好一起装矜持，你却偷偷舔出了头。我去找主上。主上现在在洗澡，你去给他搓背。我等他洗完。这么心急吗？你是满足了，当然不心急。先帮我把棺材盖盖上，我要休息。滚！主上，那根舌头您要一起审讯吗？哦，不了，还是你去吧，我等结果就好。是主上，那属下告退了。没想到生平第一次杀人，第一次看到那种情景，我却一点负罪感都没有。或者这才是我的本性吧。不知不觉就睡着了。来到这个世界后最明显的变化，大概是我变得更能睡了吧。是主上。梁城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人吓人吓死人，何况你可是货真价实的僵尸啊。瞎子那边的审讯结束了没有？你的伤还好吗？小事情主上。你打算洗澡需要浴桶？不是主上。那你有什么事？那你有什么事？我不用为难，有什么事尽管跟我说说。虽然我什么都做不了，但当一个倾听者还是可以的啊。主上，下一次你不要上前了。我知道了，我相信你。这哥们大晚上忽然说这么情真意切的话啊。我先去看看审讯的怎么样，你先自便吧。太羞耻了，这种感觉是……主上，昨日审讯的情报出来了。嗯，你说吧。主上，我从点到面慢慢的说。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叫捕头城，属于燕国的北风郡，是燕国与蛮族厮杀的北方前线。不过蛮族王庭衰落后，燕国和蛮族间已经近百年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争了。一方面是因为蛮族部落内部分崩离析，无法统合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前楚晋三国的崛起，使得燕国不得不把防御重心向中原偏离。除却一些附庸小国，当今天下燕晋楚前各据一方，四国鼎立吗？这个世界有修士，有魔法，有斗气，也有武者，都以九品来分等级，九为末，一为尊。而昨天主上杀的那个护卫连九品都算不上。虽然是被血烂花烂两个彻底，但真实体会过后还真让我有些兴奋。主上，现在在我们面前有两条路。一，探寻回去的方法。二，留在这里。这个世界那么有趣，我当然选择留下来了。既然主上决定了，我们马上兵分两路，一路进入军营，一路以虎头城为核心发展自己的势力。嗯，好，
我没其他意见，你的规划做得非常好。主上英明。你这马屁拍的太生硬了。有什么我能帮忙的，你尽管跟我说。虽然我属下需要的是来自主上的信任。我很信任你。不，主上你没有。你很聪明，我信任你。不，主上你没有。属下多谢主上的信任。啊，我是不是该和这个奇怪的瞎子保持一点距离？我舔完了，你们继续。疼？谁在那儿？主上，这是在做沙盘吗？主上，是瞎子吩咐我做的，咱接下来要在虎头城站稳脚跟，把战略沙盘搞上，也是为了以后方便。好，走。谢谢主上。这孩子，辛苦了，你继续忙，我去其他地方看看。这是属下应该做的。恢复了，就知道主上一定会经过这里。从昨天起，四娘、梁城、瞎子都变得怪怪的，倒是薛三还和平时一样。不过，我似乎也知道该怎么和他们相处。那是薛三的笑声。主上，你没事吧？四娘，你在这里啊？奴家是来给主上送新衣服的。我抽空为主上做了好几套衣服，但您一直没醒过来，大体还是合身的。我自小没爹没妈，好久没人给我做新衣服。主上，只要主上能喜欢，四娘可以扮演主上的母亲。四娘，主上喜欢什么，奴家都可以配合，角色扮演奴家可是很拿手的。这果然，这些魔王比起来我还是太纯洁了。主上，死瞎子，进来前不会先敲门啊。魔皇的氛围啊，就这样被破坏了。主上，该出发去军营了。啊，出发之前我还有事要交代。现在扯旗造反这条路还不现实，虎头城是我们计划的第一个点，绝对不能放弃。还是主上高瞻远瞩，我们是主上的下属，为他清扫障碍是我们的使命。三儿，你也一起跟着去，也能打打下手不是？有的。要不我也跟着主上吧，起码有我在旁边伺候着。去军营里开分店吗？切，我们是主上的下属，为他清扫障碍是我们的使命。主上，一切就交给三儿吧。但是按照主上的性格，他一定不愿意我们把他当成刘禅，他必须比我们做得更高，看得更远。没想到刚重生到异世界没几天就要出征去打仗。主上，这里有点问题。怎么了？从征发民夫到军队开拔，
事先完全没有风声，也没有准备，这一路上并未发现大军行进的痕迹，而且我们押送的粮草数量也超乎寻常的少。主上，不对劲，属下刚才去粮车那里转了一圈，发现里面全是石子。今天宿营的位置主上觉得如何？峡谷内有水源，也不怕被敌人截断，在此安营还可以减少防御面积，如果有敌人偷袭也能更好的防御吧。主上英明。都学坏了呀，还这些没有诚意的马屁，跟不要钱一样。但按照他们的套路，后面肯定还有话。但是主上您忽略了一点，我们只有200多骑兵，更多的还是被强征过来的普通人。只要有几百骑兵从一侧主攻，另一侧实施偷袭，那些连兵器都没有的民夫肯定会躁动，整个营地就会从内部崩盘。另外还有一点，随军的骑兵这几天的行动更像是在监视我们。看来我们是被当成诱饵了。主上，先喝口汤。现在还是先求自保吧，如果条件允许的话，我也不介意给自己捞一点好处。这些人是蛮族。主上，你知道他们？瞎子和我提过，他们是燕国的老对手了。梁城，把他们的脑袋砍下来。是，主上。糟了，是进攻信号。啊！一个不留！快走啊！救命！放人！我们只是诱饵，现在鱼已经上钩了，渔网应该也快来了。主上，这里太危险了，要不我们还是趁乱溜出去吧。我记得蛮人的头颅可以换赏钱，也可以筹军功吧。到底是主上，不过主上的心可真是狠呀。主上小心。下来吧你，主上。竟然还有点甜甜的。我杀人了，这种感觉有点难以形容。主上，喝口酒吧，第一次杀人难免会有点不习惯。狼是不会让一只羊来当自己的首领的，如果没办法改变这层关系，那就让他知道肉才是他的食物，让他变得比真正的狼更像狼。好了，我没事了。什么人？围剿敌人，一个不留。那民夫的命当诱饵，自己再来瓮中捉鳖，真是心狠手辣呀。想全歼一支骑兵实在是太难了，他们只不过是主上小心。
我们被发现了。可恶，大意了。好快的身法，都死吧。是斗气，这蛮族也是一个修士。徐三，你别管我，去帮梁城的忙。是，主上。小鬼，你的刀断了。你死鬼，我本来就不怎么用刀。铁招，怎么回事？这个燕国民夫居然能挡下我的撞击。我还是更喜欢用指甲。谁要破阵？滚开，话太多。阿里姑，小心点，那个人有问题。我的剑术足以穿透一个普通人，而且那个人的手上并没有护甲，但箭头只射进了他的手臂。还是小心你自己吧。阿泰多，我要杀了你！你来，不好！这是中毒了？难道是那时候？啊！地上脏。梁城，谢谢你。不用。如果将现实世界比作一个牢笼的话，主上就像被锁链一直靠在牢笼之中。只要给予主上一个可以大展拳脚的环境，日后他肯定能变成真正值得我们去跟随的首领。主上，燕军已经控制了局面。知道了，清点我们的战利品吧。放开我！主上，梁城，我抓了个蛮族族长老头。主上，你要活的还是死的？什么？他应该看到了刚刚发生的事，杀了他。你们是什么鬼？嘿嘿，答对了。什么人？嘿嘿，那是谁？那是中军那边在找的蛮族老头。这三个民夫运气不错，居然拿到了此战最大的功勋，可惜。杀了他们，把那个头抢过来。是。主上，他们打算黑吃黑啊。兄弟们，你那个拎着蛮族头颅的家伙，打扫战场后到我军帐来。嘿嘿，你说主上会不会跟那个女扮男装的将军发生点什么？那个女人的身份不低，要是被主上收了，对我们是好事，就是得牺牲主上的万子千孙喽。那个女人配不上主上，有我们在，主上能娶到这个世界最优秀的女人。梁城，你现在舔得这么不要脸了吗？难道你不觉得他变强后，我们的能力恢复得更多吗？你是说我们实力能恢复多少，能否进一步恢复，都跟主上的能力有关？主上没苏醒前，我们只是普通人，现在我们不但恢复了能力，主上的体质也变得堪比常年锻炼的男性一样，可能获得力量的不仅仅是我们。哎呀，
忘了叮嘱主上了。叮嘱什么？谁？叮嘱主上，要是那妞让他等通报再进，就务必直接冲进去。因为他多半是在洗澡，主上正好收下这波福利，然后，然后他让人把主上推出去砍了，主上族。哎呀，你这人啊，太俗了。就是这里吧。拜见将军。你这次立下的功劳不小，两个奖赏你自己选，你是愿意进我的清兵营成为李家家丁，还是当虎头城地区的护商校尉？算了，你还是随我回李家本家吧，日后的前途就不用我选。第二条，我李家的家丁你就这么看不上？小人绝无此意，只是虎头城是我的家，小人舍不得离开。跑去你那里当家丁，到时候我估计自己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何况我手下的七个魔王难道是吃素的？一群蝼蚁。不错呀，阿明，猎狗帮已经收服，下一个就是三神会了。主上还没回来，你就擅自做主开始了。主上迟早会回来，我们做的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事罢了，这点自觉和主观能动性咱们还是有的。那城外帮派呢？三神会交给四娘了，算算时间，那边也该开始了。妖女，你对我们做了什么？做了什么？帮主说的什么话？奴家一个弱女子能做什么呀？你这妖女，妖女！唉，也不知道主上的仗打完了没有。主上，我们大概还有一天就能回到虎头城了。主上不用担心他们，客栈现在估计好着呢。哎，也不晓得阿丽现在吃饱了没有。他饭量大，估计在外面很难吃得饱吧。每天都带樊丽舔我一波，也是辛苦你们了。吃完了我们就歇息吧。啊，有人来了。主上后退。起风了，我们需要避避风。劳烦借个地。喂，那边的，喝不喝酒？谢谢姑娘的好意，只是在下染上了点风寒，喉咙痛，喝不得酒。又是满足。谁知道他有没有在酒里下毒？按套路，接下来你是不是要先喝一口，以示清白？不喝算了，本座是蛮族王庭首席蛮师，阿一。我身边这两个孩子，是沙拓部族长的孙子和孙女。本座从王庭出发，一路疾驰才将他们救出来。这下糟了。我们之前杀的就是沙拓部的长老，莫非你们的马有镇北侯李家的印记？你们是李家家丁？镇北侯还真是名不虚传啊，做事一定斩草除根，居然劫杀到这里了。什么劫杀？这位姑娘，我想你一定是误会了。误会？你想求饶的话，跟我的随从说吧。蛮咒，起尸！
这是僵尸！我就知道他有问题。主上，这里很危险，交给我们来解决。喂，梁城，你的设定不是上古僵尸吗？去和你家亲戚打个招呼，万一管用呢？啊？向退后！居然破除了我对蛮尸的控制，怎么可能？我要看看这个李家家丁是什么来头。蛮咒之眼，开！这人竟然控制住了我的蛮尸。不对，蛮尸没有被控制，是臣服于那个人。糟了，他开始攻击我了！滚开！阿姨姐姐怎么了？想跑？不好！晚了！碍事！以为凭你就拦得住我？有古怪，站住！有本事你别跑！主上，拦住他！还想着装装提前断人退路的样子，没想到他居然真往我这跑了，犯法了！让开！你，好狠的心肠，竟然不惜丢弃族长的孙女！看看你有几条命能拦得住我。干嘛？你想走可没那么容易。见鬼，竟然好强的握力。我竟然撼动不了分毫。糟了，怎么回事？那个女人呢？在上面，受死吧！主上小心！滚开！跑不了的，梁城，我们左右包抄，截住他！控制两具活尸，已经是我的极限，我已经。再战了，要是追出去，谁来保护主上？主上料事如神，洞悉战场局势，提前卡位，掐死了对方的后路。三儿太佩服你了。但我还是没有拦下他。不过你匕首上淬毒了吧？这么坏的主上，我喜欢。逐渐失去知觉，我早该料到匕首有毒的。不行，我必须完成王庭的任务。阿姨蛮尸，阿姨蛮尸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少主他怎么了？小郡主呢？小郡主在哪里？你们是王庭安插在商队的间谍？你们的头领在哪里？马上让他召集人手，解决后面那三个镇北侯的追兵。是，我们知道了。是。雪三的到，看来主少他们就在附近。你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和他们一起过去？不急。所以，你砍那个女人。是因为认出了薛三的匕首。是的，主少。没想到樊丽根的商队居然是蛮族的间谍，
还碰巧遇上了那个蛮尸阿义，缘真是妙不可言，事情就这么顺利解决了。至于那个小孩，如果几十年后一代天骄荒漠霸主过来寻仇，我跪也就跪了吧。这个给你们。什么呀？野草沙葱，吃了就有力气了，我这几天一直在吃。哎，安人有安福啊。嗯，确实。啊，你说侯爷和小姐他们能撑过这道坎吗？侯爷吉人自有天相，只不过刚才走的那个郑凡是小姐推荐的，您真的准备不管了吗？管？怎么管？一个平头百姓，给他300骑的编制就不错了，他要是真的能自己拉起人马跟着侯爷撤旗造反，我就认他这份能耐。情况不对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家里怎么一个人都没有？是老板回来了吗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四娘前阵子盘下了新宅子，大伙儿都搬过去了，他们让小老儿在这里守着，等老板您回来好带个路。哦，那就……等等，新宅子？我们初来乍到，的确需要向地头蛇展现出我们的态度。现在虎头城有点名气的帮派都已经被我们清理干净了，你的计划下一步是什么？当然是接管他们的堂口，暗地的买卖我接手，明面上的生意让四娘来做。好说好说，我准备筹备开几家铺子，都是穿越者，做点香水肥皂卖钱还不简单。虎头城确实是个经商的好地方，如此一来我们基础算是打好了。老板娘，主人回来了。快快把主上请进来，奴家要亲自为他接风洗尘。主上，水温合适吗？瞎子，按照你的要求，我给主上安排了最高级的洗浴项目。我觉得用这样的方式勾引主上有点低级了。是有点过了，你就不怕主上就这样陷进去？主上刚回来，总得享受一下团队发展的果实嘛，同时也给主上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。别玩脱了，万一主上乐不思蜀了，有你哭的。都吃好喝好了吗？那么我们就谈谈正事吧。说时迟那时快，主上已经挡在那女人的退路上。不愧是主上，后来呢？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他们竟然那么快就解决了虎头城其他帮派的势力，如今我们可以依靠您护商校尉的身份来组建自己的商队了。主上此去军营真是收获颇丰，属下叹服。何况要在洞悉一切的瞎子面前催眠自己，像皇帝一样镇住全场，想想都不寒而栗。商队的事就交给你了，我们大家的计划已经初步执行完毕，瞎子告诉大家日后该如何行动。是主上。虎头城给主上那300骑的编制可不能浪费了。那是当然，不过最重要的一点是，这支部队名义上是属于燕国，但实际上必须忠于我们。是忠于主上。是忠于主上。接下来三儿、阿丽，之前的旧帮派需要进行整合，就交给你们去负责。好。有的，明儿个我就和阿丽过去转转。四娘，那些新招的小娘子
你先负责训练起来，挑几个根骨好的做特殊训练。交给奴家吧。梁成，距离主上去衙门点道还有一段时间，你先和主上练练招，让主上指点你一下。是。喂，谁指点谁啊？主上，我的话讲完了，还请主上辅政。哦，我想说的你都已经说了。跟这般人在一起时间长了，我的脸皮也是越来越厚了。等等，那我呢？你的任务最重，我们要养300骑兵，需要很多的钱粮。所以呢，我要做什么？你去把肥皂捡起来。好。哈，哎，啊，再来。时候不早了，主上，今天就到这里吧。啊，好。和梁成对练了3天，我的战斗能力的确有所提升。你真的不考虑跟我一起去泡澡吗？我不喜欢热水，主上您去吧。好吧，适度训练，别累着。嗯，先把香皂推出，赚一波钱再说。等做出香水后，可以搭配开发新的产品。不行，要么不做，要做就做高端，只有这样才能短时间内的收入最高。主上已经走了。阿明，都怪你，耽误我给主上做按摩了。主上，奴家来了。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怎么样，这几天下来主上应该更信任你了。你的能力变强没有？你的能力变强没有？没有。我觉得如果我们想要恢复原先的实力，光靠主上的信任是不够的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得想想别的办法。我刚研发出来的，你捡起来用吧。看来你们相处得很不错呀。瞎子，有什么事吗？晚上记得到梁铁那儿开个会。说完了，你们继续。他不会。我是瞎子，刚才我什么都没看见。死僵尸也真是的，下手也不知道轻着点。没事的，四娘，这已经算是轻松的了。现在先把筋骨修炼起来，总归是没坏处。主上如果想变强，可以换个更快捷的方式，比如让阿明咬您一口。变成吸血鬼吗？他除庸数目有限，还是算了。今晚小组会议的主题修炼。梁成，先说说主上最近几天修炼的情况吧。好。主上以前完全没有搏杀经验，不会套路，反应力也不够敏锐，不过主上的力气很大。确实，主上从苏醒到现在还不到一个月，但他现在的力气却和经常练武的成年男性差不多。我一直都有一个疑惑，我们的力量和主上之间到底有什么具体的联系？坚持无条件填主上的原则不能动摇，但是问题在于，获取他的信任后，我们确实恢复了一点力量，但之后不管用什么方法都再也无法提升了。瞎子，你到底发现了什么？直说吧。我猜测我们的实力恢复程度很大可能和主上的实力有关，类似于网游，我们相当于宝宝，等级当然不能比他高。也就是说，因为主上现在还处于一级状态，我们才……而主上自身的实力水平不提升，我们就得一直被主上给压制着。没错。那么如果把主上砍了，限制是不是就解除了？
当初我们还只是普通人时，我们对主上承诺过，让他自己去选择。在那时我们愿意守护他，现在我们恢复部分实力后，就开始贪得无厌了。我为自己感到羞耻，也知道我没资格说这种话，但这杯酒大家一起喝了，刚才那句话，还有大家心里的想法，全都忘了吧。喝酒。其实大家应该知道，玩家的号如果被消了，他的宝宝也不可能继续存在。既如此，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寻找各种方式，不惜一切代价去提升主上的实力。但我们的体系都不适合让主上修炼，所以给主上找一个老师是很有必要的一件事。瞎子，你今晚把我们喊过来是为了给主上保请一位老师？早点说不行，卖什么关子。就是死瞎子害大家那么尴尬。我也没想到樊丽那憨憨会说这话。哦，怪我喽。你们看，现在我们在这里。画得真丑。这里是哪里？瞎子，你确定那个老师会经过这个峡谷？确定。昨晚刚做好计划，今天马上就找到目标了。瞎子，这是你早就安排好的吧？凑巧而已，之前巡城校尉的夫人跟我说过，她丈夫今天要出公差，押送一个马匪去临城，让我去府里给他送符水，帮忙求子。哦，出公差送符水求子。重点在于对方不但曾经是官身，而且是早就入品的武者。一个早就入品的武者的确够格给主上当老师。押送的人有多少？我们昨晚才坐在一起商量为主上选择一个良师，今天符合条件的目标就来了。这是上天的旨意，这是命运的安排，是上苍对主上的眷顾，主上就是天选之人。死瞎子，你发神经啊，主上又不在这里，你填给谁看？就是。那边的人是不是主上？靠，瞎子你靠精神探测作弊啊。所以你们这是准备给我请老师？需要这么急切吗？别人请家教都是找关系谈待遇，到我这儿倒是直接动刀子解犯人了。主上。闭嘴。我们在虎头城的摊子已经铺开，肯定会受到多方势力的窥探，到那个时候真正的保障就只有我们自身的实力。所以好吧，你们决定就好。现在绝不能让主上知道自己能压制我们的实力，否则他肯定也能想到樊丽昨晚说的事，到时候大家的关系可就危险了。既然主上已经同意了，大家就各自准备。这次牵涉很大，所以出手的只有我们七个人，知道了吗？死瞎子，瞎子刚才就没把主上当人。主上不好了，我刚刚发现还有一波人也正盯着目标，如果让他们先出手，这事就麻烦了。还是需要主上拿主意。啊，押送的军兵到哪？已经到峡谷入口了。唉，现在请个家教的难度可真大呀。哼，不过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做黄雀的爽感不是更强？
物，是北风流失的人，我知道了他们私通蛮族的事，他们不会放过我的。丽子，快带你手下的人走。你不是说你的媳妇儿怀上了吗？别白白送命，给老子回来，回来啊！明明你能活下去的，何必呢？啊！好痛！什么声音？啊！一曲肝肠断，天涯何处觅知音？你个高手，赶紧去杀了他！嗯？就凭你们几个？夹子，人找到了。阿明、梁成，三儿断后，四娘开路，我们冲出去！我们冲出去！想走？没那么容易。能打败栗子，那刺客最起码都是半步九品的实力，这个瞎子居然这么简单就把他杀掉了。阿丽，快走。哦。哎，壮士，可否帮我给我妻子捎句话？哼，汝妻子无养之，汝勿虑也。还没回来吗？阿丽，把人放到马上来。阿丽，等一下。主上，我们甩开敌人花了点时间，所幸老师没受到伤害，阿丽已经先一步把他送回来了。好，恭喜主上，喜提老师。阿丽，把老师放下来吧，总算是把我的老师领回来了。主上，不好了，应该是阿丽回城跑得太急，这人好像被颠死了。这搞笑呢。脉象如何？忙活了一整天，结果救回来的人被颠死了，搞笑呢。主上，我是个心理医生。这人估计是没戏了，脉搏和呼吸都没了。行吧，那就把这家伙埋了吧。埋了就浪费了，后院那儿花圃里不是一直种着花吗？切碎了发酵一下做肥料吧。先前院子里死的那帮家伙也是这个待遇。行吧，就这么办。总感觉和这瞎子格格不入，是因为我不够变态吗？这家伙醒了，他没死。不愧是主上的老师，沾染了主上的气运后，吉人自有天相。主上，毕竟是拜人为师，一些礼仪和待遇还是需要谈妥的，请主上把这件事交给属下，明天就可以开始修行了。好好的谈，尽量别动粗啊。你这归西宫不错，下面我们来好好聊聊。只要您能教授我们主人习武，我会确保您的安全。我说过，我同意当你们那个主人的老师了吗？哟，奴家可是看多了那种动刑前英雄，动刑后狗熊的家伙。这是主上的老师，主上也教育过我们要以德服人。不过，我忽然想起，前天巡城校尉王丽的夫人欠了我一文挂钱。四娘，劳驾你。现在却把他全家上下都杀了吧。
你，抱歉，刚刚处理了一点私事。您刚刚说什么来着？我叫栗子的媳妇儿怀上了，但她却为了救我丢了性命。难道我还要为了一点小事牵连她一家老小？四娘啊，我想了想，为了一文钱就杀人全家不好，这有违主上对我们的教导，还是算了吧。丁先生，以后您就住在这里，该注意的事情我就不多说了，只要授课能让我们满意，我们的后续报酬也会让您满意，比如让您恢复过来，复原到受伤前的水平。你莫不是在诓我？对自己人，我们向来是很厚道的。我向您承诺，主上竞品之日，就是先生您复原之时。到时候，您大可以去找那所谓的北风刘氏复仇，绝不食言。四娘，我就说嘛，还是得以德服人。你也不要整天脑子里都想着用刑什么的，太粗鲁。原来如此，受教了呢。话说，瞎子以前知道你很阴，但我没想到你能这么狠，居然拿王丽一家的性命威胁人家。王丽为了保护丁豪而死，我拿他一家的命威胁丁豪，有什么不合适吗？非常合适，所以你的威胁是连自己孩子的命都放在一起去威胁？校尉夫人肚子里的绝对不是我的孩子。你不孕不育？我没碰他，只是让他喝下符水，然后用精神力帮他调理情绪，心态放缓了，他也就成功怀上了。嗨，早说嘛，人家还以为你连自己孩子都不放过，好怕怕哦。我很纯洁善良，是你们自己太肮脏邪恶了。对了，你去把阿明叫过来，待会我会问出五夫的气血运功图，你把它绣到阿明身上去。可是针扎在身上会很疼的呢。怎么，你不忍心？不，是忍不住了呢。各家都有各家的练武法门，我们这一门首先需要器具空鼓。空鼓？这里聚气于空鼓后，气分五路，分别去向人的四肢和头颅。脑袋坏了我会死的。行了，我心里有数。这个，本先生，我们是可以画图的，不用这样。没事，画图不够立体，而且活人身躯更适合做标本参照物。您继续吧。将体内力量集中，把心肺作为一个加速器，随血液循环一层层的加速，周而复始之下，身体机能就可以成倍的提速和提升，也就可以发光了。能发光了，就证明摸到了五夫境界的门槛，在军中也能混个小头目。我当初花了十年跨入成为九品武者，已经堪称神速。你试试看，反正运气的路线已经在你身上绣好了，跟着线路图走一下。我是吸血鬼，气血的气是什么意思？我还没有理解。气你不懂是什么，但你会控制血呀，就控制血走一段，血走得快的话应该能带起风来的，那就是气。你说的好有道理，我竟然无法反驳。不能轻易的尝试，得一点一点来，先将身体打熬好，有个强壮的体魄，再运气，才能将风险降到最低，不能一口气吃成个胖。这只是躺在床上被绣了个花，这就断不九品吗？
少女粉，不错，我挺喜欢的。少女粉，不错，我挺喜欢的。和你的年纪不配。那也比你的姨妈红要好看。等会儿再穿衣服，我也来试试。我身上穿没穿衣服，在你眼里有什么区别？生活需要仪式感。也不是很难嘛，不错，老鹰逼的专属颜色。哟，这是给主上设计的修炼体系吗？正好，你们也来试试新的功法系统。我想穿衣服。接老子。你好意思说人家？肥皂梗过不去了是吧？这个颜色能换吗？染也可以啊。恭喜，是大自然的颜色，有助于你在野外偷袭别人时隐藏起来。阿丽，别勉强了。我们现在只能卡在半步九品的位置，至于更上一层，其实对我们来说并不难，但就是捅不破。有一层无形的壁障在压制着我们。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很简单了，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帮助主上入品。大体上这就是我们五福一脉的运功方式，你学会了吗？会了什么？我就听了一堆理论，看了会儿阿明身上的线，难道这就能让我上天了？太看得起我了吧。看来这个主上只是个普通人，不像其他人那么变态。丁先生，有没有什么快捷方式，比如外物刺激什么的？主上现在是从零开始，看来需要更简单直接的引导方式。的确有些人难以感受到气血存在，他们多会选择服用五石散，借他的煞气冲击人体，好把体内的气脉搅浑。阿成，来，用你的煞气刺激一下主上的经脉。这个好，煞气精纯，还能被控制，就是有点疼。轻一点，可千万别弄疼了主上。感觉有点酸酸麻麻的，又有点胀痛胀痛的。梁成，快收手！不会感染尸毒吧？我心里有数，尸毒不会进入主上体内。主上，你这叫有数？瞎子叫你用煞气刺激一下，你倒好，主上几乎要被你搞成老年痴呆了。不应该的，我没注入多少煞气，而且我现在的实力不至于这么恐怖。可能是因为这位大人体内本身就存在着一股极为浑厚的气血，所以相当于把一把干柴放在那里，被您的煞气给点燃了。如此说来，我们的主上是个练武的好材料。好在不是废材刘开局。主上真给力。好。主上，您没事吧？没事。请问主上，现在什么感觉？感觉到那股气了吗？有，很强烈。普通人刚开始习武时，只能感知到如游丝一般的气血，这位大人却能感觉到如此粗壮之物在体内滚动，可喜可贺啊！可喜可贺啊！恭，属下恭喜主上，主上天赋异禀，大业可期。好险！差点误了这个瞎子丧尽天条。
归安吧。你刚才去找丁豪做了什么？我去问了一下，吃哪些东西能让功力大进，或许我们能让主上更快入品。然后揠苗助长的后果就出现了，主上将一辈子卡在七品，顺带我们也得一辈子停留在七品。我劝你别自作聪明，要是让他们知道你准备给主上嗑药的事，哼，我只是有备无关问问而已，又没打算真给主上吃。我们有些过火了，尤其是今天吃相太过难看，何况我们谁也不清楚魔丸会在什么时候忽然苏醒。这和魔丸有什么关系？你说如果我们还像今天这样紧逼主上的话，主上是更愿意和我们继续在一起，还是愿意带着魔丸直接离开？瞎子，你又不是不清楚魔丸的性格和习性，难道你就没想过魔丸为什么一直没有解封自己？哦，你说说看。因为我觉得如果魔丸真的苏醒了，第一件事就是把主上杀了，然后留下一句话：你也配当我爹？主上喜欢吃葡萄吗？可惜这葡萄大了点，这世上最好吃的葡萄比这个要小，还带着奶香味呢。啊，大晚上的不要说少儿不宜的话。主上，是不是我们给您太大压力了？没有，今天被煞气弄得像发烧了一样，不是很舒服。那奴家再帮你按摩一下呗。不用，我自己再泡会儿就睡觉去了，明天还得上课呢。是，主上您早点休息，奴家先退下了。主上虽然是个普通人，但毕竟也是创作出我们的人，静莹在恐怖题材漫画里至死不变的作者，内心肯定是孤独且敏感的。瞎子还有我们似乎对主上有些压迫过狠了，我该把实情告诉主上吗？虽然受了点罪，但要是能把实力提升上去也是值得的，一个废材一样的主上能真的受你们尊敬才是怪事啊。一块石头居然能浮在水上，你也是够怪的。要是你在的话，我或者还能有点底气吧。唉，儿子，爸爸想你啊。魔丸，这么强的杀意是对我还是对他的老父亲？这是之前被强征去运送粮草的民夫，回来了多少？好像就两三百人，城里很多人家今早就开始办丧事了。这次死了不少人，我估摸着虎头城又要开放户籍收人了。哼，吸收流民以保证税收吗？主上，县令刚派人来传令，让主上您正午前到衙门里集合。有事了吗？恭喜主上，这下我们也是编制内的人了。野鸡校尉而已，接下来怎么利用这个位置才是重点。主上，刚才小的听说这次召集是为了解决孤儿的问题吗？嗯，因为战事，善堂今天来了几百个孤儿，之后或许更多，县令打算分派给手下的各级校尉。主上，领养孤儿的事情属下觉得还可以再考虑考虑。既然是上面摊派，主上应该只会分派到一两个名额，
毕竟上面会按照个人的影响力和实权来分配。我不是不想要，而是觉得太少了。那你要多少？我全都要。主上，属下这样想是准备及时培养下一代的人生，半路调教残次品，还不如按照我们的想法从头培育。而且收买人心的事情我们从一开始就得做。嗯，你这样解释倒是容易理解了。回去吧，接下来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。是。今天可以了，您记住今天的感觉，明天我们来尝试加速运行。师父，我还需要多久才能发光？欲速则不达，不过按照现在的进度，最多三天你就能半步九品，不出两个月就能真正的入品。嗯，那师父您早点休息，明日下午我再过来。啊，好，好。不算那六个瞬间半步九品的变态，这位爷的天资也是恐怖啊。说是我教他们习武，还不如说他们是来打击我的。也不知道是哪个大门阀的子弟跑出来体验生活。主上，下午我和薛三会护送香皂和香水到土满城兜售，阿丽三人则要再度前往荒漠，看看能不能搞点蛮族人手回来。嗯，他们三个人的话会不会太势单力薄了一些？我嘱咐过他们了，没有确切把握的前提下他们不会以身犯险的。而且依照他们的脚程加上打探消息，估摸着一个月吧。我不是很懂你这句话的意思。意思就是主上请放心，一个月时间也足够主上你入品了。对了，我们一下子出去了五个，从明晚起四娘会每晚侍寝24小时不理你。这样不好吧？主上的安危不容有失，四娘的任务就是保护好您。当然了，如果您能尽快入品，她的压力会少很多。对了，主上还是把魔丸随身带着吧。她不出来，主上如果有生命危险，她肯定会出来。你是说她心里还是有我的？不，属下觉得他应该不甘心临死前还未露上一面。主上，属下还需要为出行做准备，先告退了。去吧。嗯，你们过分了，五个人一个人20-30封信，你们得让我读到什么时候？我做了什么孽恶你们要这般对我？以防万一嘛，等我们走后别只念信，多给我们说说好话。反正我们都不在，你也可以光明正大的吹枕头风了。滚！凭什么你们这帮大老爷们出去潇洒了，就留老娘守家，还要一个人舔六个人的份儿？你们把老娘当什么了？南孚电池，一节顶六节。行了，四娘，今天按摩就到这里吧，我也要休息了。不成呢，主上，今晚奴家得和您睡一张床，他们不在，奴家必须确保您的安全，片刻不得离开您身边。以前有雷达，不，有瞎子在，危不危险奴家都不用担心，现在他们都不在了，奴家又不懂那些，所以这样会不会太委屈你了？主上，难不成你想让奴家在您床边打地铺吗？您就这么讨厌奴家吗？这倒也不是，算了，我也不矫情了，一起睡吧。其实我挺乐意的。那奴家先回自己房间把自己的睡衣换过来，主上喜欢什么款式的奴家多拿几件过来，让主上您慢慢选。好，好吧。
又不是无欲无求的咸鱼，天天这样按摩太刺激了，何况现在每天练习调动气血比顿顿吃牛鞭还要苦，所以怎么会是主上，奴家回来了。磨完啊磨完，说不定等你日后醒来还得喊我一声妈呢。衣服怎么突然变成了纸条？谁？怎么回事？主上，您没事吧？这种攻击方式。魔丸，你想让我喊你什么？天亮了，四娘怎么躺在地上？不是说好床上睡的吗？主上，你醒了，奴家这就伺候你洗漱。哦，好。果然，他只是习惯性逗弄一下男人而已。主上，早饭在前厅，应该已经准备好了。主上先去，奴家自己还要拾掇一下。好。好。魔碗，我不是把它放在床头了吗？应该是昨晚四娘放在这里的吧。还以为能趁机让主上把我吃了，没想到居然被魔丸搅了。你这是爱你爹呀，还是恨你爹呀？爱你爹，所以不想让爹给自己找后妈；恨你爹，所以让你爹连女人都碰不了。当你爹太难了，冯唐易老，李广难封，唉，后妈难当啊。哎，听说城外梅家坞昨晚被人灭了，物宝都被人占了。话说对方敢在镇北军眼皮底下动手，不怕镇北军清算吗？灭了梅家坞的势力已经在城墙上挂上了镇北军的军旗。梅家坞好像在虎头城和土满城的必经之路上，因为背靠两座大城，很多势力都不敢打他们的主意。镇北侯近年受到朝廷打压，现在还要搞事情，难不成又是那位郡主授意的？带队的是谁？让我想想，领兵的好像姓郑，是个校尉。姓郑？咱这儿不就有一位姓郑的护商校尉吗？是啊，莫不是咱郑校尉昨晚连夜出城灭了梅家？那个领兵的镇北军校尉称号好像也是护商校尉。护商校尉姓郑，镇北军。瞎子昨天带队前往土满城，不会是他们出的手吧？郑校尉，您的官职称谓是？鄙人，镇北军所属，驻虎头城，护商校尉。郑大哥，敢问你们镇北军此举是何用意？哼，是何用意？我也想知道是何用意啊！总不能跟你们说，我也不晓得家里几个货，昨天刚出门就马不停蹄地搞事情去了吧？我镇北侯府行事，何须向他人解释？你镇北侯府行事，真的是好大的威风啊！梅家坞所犯何事？犯了所犯之事。放肆！这里是虎头城，是本官的府衙。这丘八再敢在本宫面前这般无礼搪塞，真当本官不敢治你的罪吗？无可奉告。现在问题就在我身上，但偏偏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除了继续装下去我还能怎么办？
走。寒意，不，杀意。博婉，苏醒了。魔丸，九世怨婴，每一世出世后，便被生父生母抛弃，身上怨念，可学习一方天地。如果说瞎子、四娘他们是伙伴离开后，我接着后续创作的干儿子，那么魔丸，则是从头到尾都由我全权创作的亲儿子。现在，我的亲儿子正趴在我的后背上。家里还好吗？啊？小姐，一切都好。招讨使态度一变，魔丸马上平静了。哼，这位兄台，你刚刚可是在鬼门关走了一遭啊！苦了小姐呀、啊！大人去了京城，侯府上下都得靠小姐一个人撑着。看来招讨使是镇北军安插的案子，没想到我也能碰到前世那些谍战片的套路。那就套路一下，看看能不能探出点情报来。我记得你们一家在半年前搬来虎头城，难道是小姐安排你们过来的？我的命是小姐救下来的，我父我祖父都是李家家丁，我父郑成功，祖父郑芝龙，大人您可认得？听说过听说过，我似乎还和令尊喝过酒。这么说来，整合虎头城地下帮会也是小姐的吩咐？小姐的意思，第一步。金生，这些事怎么能随便对我这个外人说？下次不准如此唐突，绝不能如此轻信于人。大人说的是。梅家坞的事情我会负责压下去，日后若是有事，大可直接来找我。若他日小姐想要这虎头城，你大可来直接告知于我。许文祖将亲自打开城门，将虎头城献于小姐。感谢谍战片的编剧大大，不然我还真不知道如何应对。主上，今天的信念完了。五个大老爷们居然都给我留下了信，不过也就瞎子最开始的几封有点有用的信息啊。什么感觉梅家坞有可能对我们下手，所以先下手为强。什么让我扯镇北军虎皮以应对虎头城的问责，要不是虎头城的最高长官是镇北侯的内应，我估计已经凉凉了。主上每天修炼累吧，主上觉得大概何时能够入品呢？丁豪说先把气血完全控制熟练，只缺一个契机，说不准明天一觉醒来就能直接入品了。奴家晓得主上心中自有沟壑。哪里来的什么沟壑？主上，你眼前不就有一条吗？我累了，要休息了。主上，主上，奴家记得魔丸是灵体，所需要的是天地灵气。奴家觉得晚上把它放在院子里吸收月之精华，应该能快点恢复。这样有用吗？主上，你就听人家一次吗？反正就算有贼进来，谁还偷块破石头啊？那就试试吧。哎，怎么好像起风了？可能是北风，这里就这样，不打紧的。主上，奴家先为你宽衣。可恶！可恶！魔丸啊魔丸，
虽然不知道你是不是不敢面对主上，但既然你还避着他，老娘就不信你敢当场冲进来。何况，四娘，老娘想要的男人怎么可能放走？你爹又没吃你的喝你的，你还想管你爹要女人？主上，您胸口上有两处淤血积攒起来的疙瘩，奴家来帮您化解掉。四娘，我没想对你做那种事。这就入品了。本来我们只是想好好的谈一下肥皂和香水的生意，可是你非得让我们换种方法，所以说人就是贱了。香水和肥皂都已经准备好了，足以让你赚到海量的金币，而我们要的只是一点银两，600匹上等战马，300套甲胄军械，我相信你能搞到这点东西。香水和肥皂早就投地了，为什么一直隐藏自己的位置，直到今天才出手？因为我们在等充钱。居然是黑色的。黑色是不是很特殊，很罕见啊？其实挺常见的。那你这么震惊做什么？您说笑了，您既然已经入品，我这个老师也当到头了。我们再也不是师生关系，我自然得对您更客气一点。我干嘛震惊？你心里难道就没点数吗？哦，你不提醒我倒忘了。四娘，这人没用了，把他拖下去做肥料种花。这难道你不敢说一句以日为师终身为那啥吗？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。老丁啊，我们主上最讲究仁慈，现在有两条路让你选。第一条是被拿去做化肥，这第二条嘛，就是认我家主上为主，以后你就是主上的鹰犬。是家丁。主上，人家还是觉得鹰犬更霸气一些呢。行，你随意。老丁，二选一，你选哪个？不得不说，漂亮女人撒起娇来，杀伤力十足啊。我这一个废人，就算做了您家的门下走狗，除了浪费粮食还能做什么？这你就不用担心了，我们郑家的狗自然和别人家的狗不同，比如别人家的狗腿断了，估计就要被杀了吃狗肉火锅，但我们郑家会帮他把狗腿重新接回去。啊，我真的可以恢复？以前不行，现在吗？我可以办到了。我愿意，我愿意。主人，主人，主人。等治疗好后你就安心做事吧。四娘，你可以开始了。奴家知道了。回禀主上，丁豪只需要休息2天，应该能恢复回9品5夫。我记得你之前好像说过暂时没能力帮他恢复。这不最近刚刚练手，基本功的感觉又长回来了吗？瞎子他们不在，我恢复实力的事情还是先不告诉主上。主上，
奴家今晚还想再练练手，万一手再生了可不好了呢，所以还得辛苦主上答应四娘的不情之请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主人，前厅来人了，是衙门里来的，要找主人。郑小尉，您家这宅子好气派呀，花了不少钱吧？哪里的话，凶宅便宜。郑小尉，后日虎头城有一批生辰纲要送去侯府，我家老爷的意思是让郑小尉你来当押送的主事人。生辰纲？过几天是郑北侯夫人50大寿，郑小尉不记得了？夫人对我家有大恩德，怎么可能记不得，是不知道而已，还好我反应快接住话题了。这件事先生您让人通传一声就是了，何须亲自跑一趟，就押送一趟寿礼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难道许文祖还有其他要求？其实还有一件事，我家老爷声称明天要离开虎头城巡边，实则上是准备混入生辰纲队伍中，等到了镇北侯府后，老爷再靠您的关系偷偷见郡主和老夫人一面。生辰纲又是一个难题啊，要是我们扯大旗的事情被戳破，许文祖肯定会震怒，到时候我们就只能逃命了。主上，要不我们干脆自己劫了生辰纲吧，或者刺杀，到时候随便把锅一推，固步一阵都可以。也是，既然他要隐藏身份混入队伍，我们的机会反而更大一点。我们正在招兵买马，眼看就有成效了，现在就放弃还是太早。等出发那天，你易容跟我一起去，上路后再见机行事。明天我把一同押送的几个百夫长约出来敲打敲打。好的，主上。那么主上是不是得辛苦您帮奴家熟悉熟悉针线活了，这手生了针头可就玩不利索了呢。好。参见郑校尉。本将不过是侯府的一名走狗罢了，当不起诸位这么大的礼，要是让我家小姐知道了，可就要揪着我的耳朵怪我行事梦浪。我家小姐揪耳朵梦浪，看来郑校尉和郡主关系不浅啊。我是个直性子，喜欢大家有酒一起喝，有事儿一起扛，有功一起享，明个的差事想来大家都清楚了，既然赶上这事了，希望哥几个到时候给小子我好好的把场子撑起来，只要哥几个以诚待我，我必然将你们举荐给我们家小姐，日后共富贵。愿听校尉差遣。有劳各位了。哼，这几个小家族出身的百夫长还挺懂行的，可惜好不容易入了品，居然没法在人前秀一波发发光了。贱人。上天注定让我今天发光啊。你们是谁？小翠。你认识那女的？你们是什么人？不认识本官吗？她是我兄弟王立的妻子。那不就是瞎子送覆水的那个女人？霸王硬上弓，你不生气？生气。那怎么不动手？他是虎头城的陈主簿。你是我什么人？仆人。不，你是我的狗，我的狗没必要忍气吞声，想咬人就去咬人，把人咬死我负责。是。不知道瞎子送覆水
到底是真是假？万一真送过覆水，这不就是瞎子的半个女人？你们还不滚！真不知道本官是谁吗？怎么回事？他说上面要治我亡夫的罪，让我来这里见他，否则我全家都要受到牵连。哼，这个世界会有女人知道这种东西？没关系，清白的，守身如玉，我信了你的邪，死小子，把他带过来。是。这事一旦处理得不够激进、决绝、血腥，瞎子对我肯定会有意见。被瞎子盯上的感觉太可怕了，所以这人必须死。你们把人马调动起来，我用得上。郑校尉，你打算调兵去干什么？灭门。这陈家平日里啊，也算是作威作福惯了，真没想到有这一天。一想到战死后留下孤儿寡母还得被欺负，老子就恨不得活剐了他们全家。对，要想咱自己家人以后没事，这次就绝不能放过陈家。主上必须保持足够的高调才能确定您的地位。没错，只要我一直保持高调，就没人敢来惹我。但如果我心虚了，接下来的麻烦事情就会不断。玄幻剧里动不动就一招秒杀三阶，到底怎么来的？为什么到我这里连个灭门都下不了手？哎，大人怎么还不下令啊？急什么？时间拖得越久，里面的人就越煎熬，大人这是在熬鹰呢。没错，哪能给他们一个痛快，岂不是太便宜他们了？但我还得保护自己，保护我和瞎子他们打拼出来的交易。听我号令。郑校尉，好大的威风。你随我来，本官要亲自问你为何要这般行事。你可知道，无论是私自调兵还是聚众作乱，都是大罪。郑校尉，还请卸下佩刀。九品还这么年轻，恐怕也只有镇北侯家才能有这般底蕴吧。九品武夫，郑校尉威武，郑校尉太厉害了。今天闹得这么大，许文祖应该会很愤怒吧？毕竟无论我是什么身份，他都不可能放任虎头城就这么乱下去。你做得很好啊。这胖子不是在说反话？现在局面越来越坏，侯爷在京城已经被禁足，我们确实要做好准备了，用陈家激发士族同仇敌忾之心，收买军心，日后起事事半功倍啊。郑成功有个好儿子啊，这事儿你放心大胆的去做。正好你明日负责押送生辰纲出城，收尾的事儿就让那个老县令自己去忙活吧。明日队伍出城后，我会来与你会合。纵兵行凶，肆无忌惮，无法无天，无法无天哪！你等着，本官这就回去参你。本官倒要看看，虎头城到底还算不算大燕的天下？这许文祖脑补能力真的强，不去画漫画可惜了。郑校尉，我家老爷体虚，路上还望郑校尉多多照顾。这个当然。杀！无情！杀！知道我大晚上的为什么要来这里吗？是为了回味？其实我也不知道，但就是想来这里坐坐。主人，说句心里话。说心里话时，你可以喊我小老弟。
小老弟，其实一开始我觉得你很冷血，但有时候又觉得你挺有人情味的，很多时候我也看不清楚你。矫情呗，就跟那些文人一样，这日子我过得还是太舒服了，没经过饥荒，没吃过苦，一觉醒来就有人给我安排好了一切，以后啊真不能再矫情了。白天的兵祸说是报复，但也没耽搁那些大头兵给自己划拉点好东西。这个世界比后世那些战乱地区还要血淋淋无数倍，不能再当累赘了呀。主上，奴家再陪您坐一会儿。不用了，回去收拾收拾，明儿就要出发了。行，回去奴家再伺候您。今天有点累了，回去还是先休息吧。时间还早呢，回家以后咱可以打牌玩骰子都可以的，奴家擅长坐庄。各位兄弟，今晚我们先在这里扎营休息，明天继续赶路。是。这是徐家宝献给侯爷夫人的礼物。是，说是一头真瘦红狼。知道了，你先下去吧。属下遵命。徐大人。你怎么知道本官在这里啊？大人您这体格，除了这里还能去哪里？只是藏在这里辛苦大人了。哎，哪里哪里，做了大半辈子衣冠禽兽，理所当然和畜生在一起啊。许文祖果然带着护卫，这是棘手了。大人，我再让人准备一份饭食过来吧。哎，不用不用，本官已经吃饱了。刚才那位，我看他半只烧鸡可吃不饱。刚才那个不是你的人吗？我这和空气斗智斗勇半天，究竟图啥？搜了两个小时，居然都找不到那个男人的身影。在搞清对方是什么来头前，我也不好对许文祖动手啊。四娘，主上，还好四娘没事，但她这意思是，这人太强，我连跑都跑不掉吗？哎，这不对啊，吃火锅怎么能没蘸料？四娘，去把料碟拿来，来，看着啊。傻乎乎的主角讨好大佬的套路，我这里多的是，大不了明年瞎子给我坟头上香拔草而已，怕个毛啊。那好，站着吃。四娘，把我的大壶拿来。好的。老兄，现在是在路上，东西不多，等这趟活结束你跟我回去吧，我保证每天好吃好喝的供你，一年到头绝不带重样。什么都答应我，只要我有。他很不错。那就拔刀吧。果然四娘的易容瞒不过这人，但四娘可是非卖品，我已经是死过一次的人了，这个世界的第一目标就是搞事情，结果要牺牲自己的女人委曲求全，我图什么呢？他很不错，而且他也很不错。这人居然能察觉魔丸的存在，他能看到我，这人不能留，杀了他，吃了他。主上，不对，是魔丸。安神在上。这是蛮族人，而且很强，七品、六品、
甚至更强。你的饭菜很好吃，你的心思我也懂，要是以前呢，说不定我就答应你了，可惜我的时间不多了。你原本也不错，但和他们两个比起来就有些上不得台面了，这一路就劳烦你做饭了。作为回报呢，我不会杀你。这回报好丰厚啊，而且我还能在我死前帮你把马车里的那个胖子杀了。不不不，你误会了，他是我的长辈。但我在马车上感觉到了你对他的杀意。好了，吃饱了，我想休息了，给我安排一个帐篷。没问题，不过前辈能否告知晚辈名讳？如果不方便就当我没问，但晚辈估计会抱憾终身。你们中原人有一句话叫大丈夫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我叫确实，沙拓确实。年轻人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樊丽。又是沙拓部落。见过郑校尉。虽然暂时把那蛮族安顿下来，但樊丽这个名字真的能瞒下去吗？说不准对方已经知道我是杀了沙拓部的人才上位的吧。但那家伙混进生辰纲的队伍里真的是为了混吃混喝。我押送的哪是生辰纲，明明就是一颗核弹头。虽然能够一走了之，但眼看就能见识到这个世界真正的强者，就这么灰溜溜的逃跑，我还真有点舍不得。或许这就是我骨子里的不安分吧。大人，明天下午我们大概就能到了，您再忍耐一会儿。明日晚上本官就能见到小姐了。昨晚是烤鸡，今晚是烤鹿肉，都是热腾腾的，看来在这支队伍里还有许文族的人，而且能够轻易调配补给，对方地位肯定不低，明天就要到镇北后府了，到那时候我现在的身份就很难再维持下去了。想杀人就杀呗。是谁？是你。不方便，就这样杀了怕是还会有麻烦。你这是准备走了？是啊。那我送送你。好。我只是客气一下而已啊。蛮人祭祀有三，一则敬蛮神，二则敬图腾，三则敬黄沙。蛮神在上，敬别。这是在祭祀谁？你磕什么头？我们那里的风俗习惯，不管是什么神什么佛都磕个头意思一下，反正就动动脑袋的事儿，不亏。是不亏。再饿也得等等，让供奉的人享用完后咱们再吃。他不会介意的。不介意？你祭奠的是谁？我自己。镇北侯府坐落之处，据说是当年蛮族出征时王庭经帐的设立点。百年前蛮族王庭覆灭，初代镇北侯随即在此建立侯府，其目的就是让后世子孙一直生活在蛮族卷土重来的阴影下，警醒自己。短短一百年，镇北侯不但将边境的蛮族打得支离破碎，连土皇帝北方刘氏也得乖乖当孙子，镇北侯一脉的确可怕。那是皇室的马车？是的主上，也许是燕国的皇子也来了。双方关系剑拔弩张，燕国皇室依旧把皇子派来贺寿，看来燕国皇帝是朕的心虚啊。扎营，大家今晚先歇息吧。
干杯。可惜了，以前没喝过这么好的酒。那就多喝几杯。不了，再喝酒舍不得死了。那就边喝边死。有理。校尉，属下刚奉命去交接了一下，预计到入夜后才能轮到审验我们的生辰纲。我晓得了，你下去歇息吧。校尉，招讨使大人还等着您安排呢。原来许文祖的人是女儿。吃饱了，该上路了。等等，你的酒。再告诉我一遍，你叫什么？大丈夫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。樊丽。那我怎么听你手下人都叫你郑校尉？我姓郑，叫郑樊丽。镇北侯。前蛮族王庭帐下，我古离王沙托确实前来镇北侯府恶伤。老夫人说了，多谢左谷李王好意，若是方便可进府内喝一杯水酒。酒我自己带了，我已辞去左谷李王之职，今日一切与左谷李王无关，与王庭无关。有请郡主出来与某一物。老夫人说了，郡主年幼顽劣，左谷李王乃蛮族英杰长辈，切莫与晚辈一般见识。郡主年幼，郡主顽劣，我杀拓不无千，不如老弱，何其无辜。今日我以杀拓移民身份来到此处，向郡主一个说法。怎么样，这里是不是看得清楚些？主上。老丁，你应该不会怪我这两天没让你过来吃上热乎菜吧？军中粮食属下也是吃习惯的，怎敢埋怨主上。你要理解，除非你愿意陪内货一起吃两天的饭。那个狠人这两天一直在帐篷里。左谷李王算是蛮族王庭里前几号人物了吧，但他怎么姓沙拓？回禀主上，百年前蛮族王庭争都不成，西晋反被西域帝国全灭，自那时起蛮族王庭就没落了，他们的势力范围也在被不断压缩，左右谷李王现在只是官职名称，是从整个荒漠蛮族里选出英杰来担任的。不过属下认为这个左谷李王多少有点自作多情了，蛮族大燕年年相犯，他要为死去的蛮族妇孺讨个说法，那谁却为死在蛮族马刀下的燕国子民讨个说法？战场上凭手中的刀说话，这一点他应该看得很开，所以他说的是来替老弱妇孺讨个说法，而不是战死的轻状。主上，他说他已经辞去了左谷李王。是啊。老夫人说，左谷李王这般英杰，若是折损，王庭日子怕是就更难过了。为了蛮族和王庭，请左谷李王三思。请郡主出来一物。老夫人说他累了，要休息，要安静。镇北军出发。好酒啊，可惜我没能早点喝上这酒，要是能早点喝上这酒，说不定我就不跑这一趟了。
大不了永日买醉，也可消愁。张公公，那蛮贼已经破了八个军阵了，要不我们向侯府通传一声，让殿下先入府吧。急什么，咱家都不慌，瞧瞧你，切，丢人。张公公说笑了，殿下千金之躯可不能受到丝毫伤害啊。你们这些读书人呢，最擅长表面一套背面一套，镇北侯府若是连一个野蛮人都收拾不了，那还值得咱们陛下头疼吗？可是这刀枪无眼，若是那蛮贼忽然发疯向我等这边而来，那姑也不能先进府。说按规矩排队等审验的是我们，若是我们再主动寻求先进府，姑的脸面倒是无所谓，但要是皇室被人轻视了，那姑就等着被发落吧。哎，讨厌，王爷，你轻点儿嘛。王爷，奴家也要吃嘛。哈哈哈哈，不急不急，都有都有。这镇北军弄的是什么把式？战阵之上遇到一流的武夫强者，要么派出同级强者牵制，要么就得像镇北军这样用车轮战一点一点地消耗他的气血。现在那蛮贼能不能再破八个军阵还真不好说。难道那些士卒也知道自己的命就是拿来耗的？但我还是好奇，30万镇北军就没几个真正的高手？有左谷李王当陪练，各部当然要趁机操练一番了。今日到来贺寿的各种势力，再见镇北军之精锐强悍，以后谁还敢在侯府面前放肆？人家是刚打瞌睡就被送了枕头，再借着板子向我们示威呢。呀，还打着呢，不都完事儿，那蛮贼还没完蛋呢。我听说之前沙拓部是被郡主带兵灭的，你想去报仇？嗯，你把贡品都摆好了，证明你心里的判断，镇北侯府比你强，是吧？哎，不是，这战场厮杀，你死我活，本来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吧？战场上搏杀，生死有命，本来就是理所应当的事。但老弱妇孺，哪怕为奴被卖，我不应该直接下令用屠刀全部屠戮。一直以来，蛮王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，修炼杀戮征伐，但我并不是黄金家族的一员，我的家一直在沙拓，那个并不是很大的部落。我一直梦想在我的努力下，部落的子民会过得安稳。主上，主上，出发吧。主上，我们这是去救驾。看到那面带着黑龙旗的马车了吗？四娘，你说待会儿我是喊蛮贼休得猖狂，还是？主上，我觉得词有点多了，可能来不及，要不奴家来帮主上喊。啊，你怎么喊？这不是大燕镇北军驻虎头城虎杀校尉正反吗？张公公，你说要是你与其交手能有几分胜算？殿下，您这是在抬举奴才还是侮辱人家呀？就奴才这点功夫，真要对上左谷李王也就拖延几息，让殿下您能跑多远先跑多远。殿下，臣有一事不解，殿下一直最讨厌俗物，为何这次主动向陛下请缨前来？因为姑想先来看看镇北侯府里的郡主姐姐呀。我这未来嫂子有手段有心计，心又够狠，朝外又有大燕第一重镇做外戚，要是哪天二哥身子出了什么问题，你们懂的。外人都说殿下荒诞不羁，但臣却清楚，
殿下之聪慧无人能及，所以臣实在不知为何殿下您不……陈师傅，这话以后就不要说了。一代雄主之后，往往会选择一位守城之君做自己的继任者，二哥才是父皇心中的继任者，而我可不会什么事儿也不做。殿下，你是说陛下有动兵的想法？殿下，那蛮贼向咱们这里杀来了！为什么不走？滚开！此乃大燕皇子，你以下犯上，难道不怕大燕迁怒荒漠万民吗？来！陈师傅，他的目标是孤。这位燕国皇子，还不错。你错了，你醒了。大夫说你是帮姑挡刀时受了内伤，气血停滞才导致的昏迷，不过休养一段时间，再配点补品补一补元气，不会有什么大碍的。那个蛮人怎么样了？那个蛮族啊，被你拖了那么一下后，被铁骑团团围住，在重创了侯府总兵李元虎后，又斩杀了100多骑兵，最后死了。那就是个蹭了我几天饭还不愿意加入我的蛮族而已。为什么知道他死掉后我会感到惆怅？难道他帮我杀了许文祖，死前还自愿给我搭了把梯子，我就对他生出好感了？既然你醒了，姑就放心了。郡主驾到。姑那好嫂嫂来了。小六子给姐姐请安了。皇子居然给郡主下跪行礼。小六，你这是嫌我家罪名不够多，想再给我家加上一条大不敬的跋扈之罪吗？哪敢呢，弟弟给姐姐请个安不是应当的吗？谁敢拿这个说事？行了，你没事吧？托姐姐的福，弟弟我无碍。镇北军驻虎头城护伤校尉郑凡参见郡主。刚才被六皇子那么一跪乱了节奏，差点忘了，这可不是一封情书一颗棒棒糖就能忽悠的。我倒是谁救了小六子呢？郑校尉，这么快就又见面了。姐姐认识他？上次攻打沙拓部，他作为一个民夫斩获沙拓部首领首级，这才多久又救下了当朝六皇子。郑校尉，你怎么这么好运啊？末将只知尽忠职守，未有贪功之念。尽忠职守？五夫九品，上次你身上还没有气血流转波动。郑校尉，你可真让我开眼了，不光运气不错，还是个练武奇才，别人半步九品到九品都要好几年，你才多久功夫？郡主，此子是刚入品之相，但气血又格外浑厚，根基很扎实。听七叔这意思，是看上这小子的天赋了？徒儿郑凡。哦。拜见师父。四娘不在，我只能自己应付这种情况，在这个时候磕个头认个师父不亏。想当七叔弟子可以，但有件事我们得说道说道。之前梅家务的事情是你打着镇北侯府的旗号做的？是啊，因为属下想要荣华富贵，更多更多的金银，是更多更多漂亮的女人，当时拒绝郡主也是想着回去当官老爷捞银子。你这憨货，敢在我姐姐面前说这种粗鄙的话。哼，这回答不错，滴水不漏。
但我的直觉告诉我，你没那么简单。这次救下皇子，我不觉得是运气好这么简单。那就是属下和蛮贼串通好了，他答应帮我演戏，送我一场功劳。七叔，这小子不简单呢。我知道。姐姐，可是有事发生？蛮族王庭来人了，要给左谷李王收尸，但不晒他个七天七夜的，外人还以为我镇北侯府好欺负呢。可是万一他们不打算罢休怎么办？那毕竟是左谷李王。小六子啊，要不是父亲有令，我能用的兵源有限，你以为我只会灭个沙拓部？引兵30万打蛮族自然没问题，直接南下打大燕都城同样没问题。总算是走了。姑很好奇，你为什么要救姑？因为从小到大，母亲就告诉我要献忠燕王。哎，打住打住，姑要听实话。因为你是皇子，不然我为什么没去帮其他人挡刀？这么实在的吗？这是殿下您要求的。行，姑就喜欢你这种直来直去的，不复杂。你救了姑，接下来我们就用年岁相称，千万不要放不开，就像刚才那……我的好弟弟呀，你……姑是看出来了，你是个有野心的主，可惜你救的是我这个废物。姑这辈子最大的志向就是当一辈子闲散王爷。一般最后登基的人做皇子时都会说这么一句话。这话说的有水平，当赏。姑请你喝茶，然后咱们出去吃饭。侯府里没有厨子吗？镇北侯府的饭食是军营那里送来的，我们就别委屈自己了。之前侯爷入京第一天就去京城的全德楼吃了5只烤鸭，也难怪这侯府成日清汤寡水，好不容易离开一次，自然就放开吃喝了。现在好了，烤鸭店火了，价格比以往涨了好几倍。名人效应，这也是老板运气好。那家烤鸭店的老板是姑，那可就不是运气那么简单了。"姑让人在侯爷进城时吆喝了几句。殿下大才，商人做得好也是能治国的。古往今来从没见过商人立国成功的。不知道四娘现在混进来了没有。哎，吃饭就吃饭，别这么警惕吓唬自己。手下不在，日子过得就没底气。怎么想你的部下了？有点。毕竟自古以来刀杆子里出政权，尤其像您这样的。通透精辟，但姑平日连京城都出不了，你说姑去哪里弄兵？难道靠你？正是卑职。老哥，咱能不能含蓄点？你脸上写着坚定两字呢。我的好弟弟啊。打住，姑错了，不该给你机会。哎，殿下，不想当坚定的臣子不是好臣子。你哪里来这么多警示格言？有感而发。行了，老板结账。哎，殿下，我们是不是该回去了？莫慌，我们再到别处溜达溜达。好不容易来一趟北地，和姑去打打野味。殿下似乎不缺女人吧？男人哪有不花心的？再说红帐子里头各地方来的好货多着呢，陪姑进去，咱哥俩一起去开拓进取。殿下，卑职身上还有伤呢。没事，让他伺候你就是了。姑学好了，先进去了。这个时代的人真会玩。
爷来陪奴家玩嘛。奴家保证把爷您伺候得好好的，来玩嘛，大爷。这味道，滚！我有喜欢的女人了。主上，您可真是让奴家担心死了，快让奴家看看您的伤口，要不让奴家帮您缝合一下，这样好得快些。啊，没事，已经上过药了，而且明天侯府的大夫还要给我上药，免得到时候又要解释。还是主上考虑周到。主上，刚刚那个和您一起进来的是皇子吗？一个闲散王爷，暂时没有夺嫡的希望，倒是挺有钱的。不过镇北侯府的老供奉似乎有意想收我为徒。那么主上愿意留在这里吗？唉，再考虑考虑吧，心理上我还是想回虎头城。这镇北侯府里连侯爷本人都过得那么清心寡欲，要是留在侯府这里，那就得告别之前那些生活了。但能拜高手为师，这个诱惑也不小。喂，谁？坚宁啊，你好了没有？这么快？我们长话短说，你抽空回虎头城一趟。好的，主上。坚宁这也太猛了吧。嫉妒让孤近乎发狂。嗯，殿下下次多给姑娘一点钱就行了。不对呀，吃面的时候你不是说没带银子吗？我太优秀，姑娘给免单了，还求我以后常来。你知道姑现在在想什么吗？嗯，